竹塘乡长安国小八日举办85周年校庆暨社区联合运动会活动，学生们拿出平日练习的健身操及小提琴演奏，展现活力十足。而社区妈妈们也带来舞蹈表演，将活动炒热。啊，今天是我们长安国小欢庆85周年校庆的日子，啊，很高兴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校友回来与我们共襄盛举。学校为了这次的校庆呢，也准备了很精彩的一个活动。我们有2012年的台湾灯会摄影作品展，那我们的校园里面也布置了学生彩绘作品，那也邀请很多的社团来跟我们共襄盛举。对。伊即人吼85岁，我今年也拄啊85岁，我30岁先来遮服务，已经离开遮后55年。农会代表啊来小组吼啊来参加，吼咱这社区吼咱嘛咱长安国小85周年这校庆的运动会，吼啊今日吼非常闹热，我嘛希望讲话咱吼邻近咱这社区咱这的好朋友会当来参与。我们特地从圆顶来到长安国小庆祝他们85周年校庆。我们的武术内容有刀枪棍剑等各种精彩的武术，非常高兴庆祝他们校庆，谢谢。长安国小校长王琼珠表示，长安国小85年来造育英才，今日更有历届校友、校长、老师一同回校欢庆，同时还展出学生艺文作品、名家挥毫春联、农会产品推广等活动，借此凝聚校方与社区的力量，为学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。公益频道张华允竹塘采访报道。